5月14日啊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与国家开发银行啊，在北京签署了支持啊台资企业发展、促进两岸经济合作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。根据本期的合作协议，国家开发银行将在今后4年间啊提供不低于600亿元人民币的意向合作融资总量，在两岸产业高质量发展合作、台资企业投资兴业以转型升级、两岸青年创业创新合作等领域啊，加强综合金融服务，提供金融支持啊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啊。大家知道啊，在2005年、2012年和2016年啊，这个双方曾经3次啊签署过融资合作协议啊。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啊，国家开发银行已经累计发放了啊这个台资贷款超过了1850亿元。